里面搭建了账户，这次能死里逃生，真的太幸运了。一走出病房，就是连声感谢。一度插管病危的唐先生，在医疗团队的照料下，终于可以出院。有几次我都痛哭流泪，真的，就你们这样把屎把尿哈，没有人可以做得到的，因为我们非亲非故嘛，对不对？你们太伟大了，谢谢，感恩。治疗过程随着唐先生的病况进行调整，有时需要趴卧，有时带着他做简单的复健，一步一步走向康复。啊，不是就好了就没事啊？之后还是要做一些保养啊，我们也有教他做一些复健运动啊，这些都还蛮重要。病愈回去了，所以一些饮食方面就特别注意。收下祝福，走过生死关的唐先生，终于放下心中的大石头。很郁闷，所以有时候想到都是半夜都会哭，尤其看不到老婆、孩子，还要看到妈妈。也辛苦了，谢谢啊。你也辛苦了。夫妻俩紧紧牵住彼此的手，分开一个多月的思念，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。但是黄孟金国家华联报道。而从